江南大叔和朴真勇携手打造的男团选秀节目 Loud， 两人各自选出两组男团成员。江南大叔最终选择的男团成员竟然有年仅12岁的男孩，此事在韩网引起争议。在网友截图画面中，有一位成员居然跟其他团员差了一个头的身高，画面看起来依然很突兀。 据悉，这名成员名叫 Koki， 来自日本。虽然年纪仅有12岁，但他参加过各大比赛，具有坚强的实力。但韩国网友还是无法接受此事，让网友傻眼，直呼真的超像走错棚。